回来啦！为什么你会自己？哔哔哔！这个哪里声音？来啦！还没啊！啊了吗？啊！八点啦！啊哦，看到了！哇！跟我跟我跟我！小周怎么没有反应？我刚刚切错，原来要对你三下才有感觉啊！哦，要对你上上下下啦，悠悠雅雅。我们今天十个 people 要来玩这个猎杀派对，因为它有全新的更新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必须要先跟酱油说声嗨。因为酱油我邀他说今天会玩一些就是待在原地嘴炮的游戏，那是等一下的地图。对，那我漏讲了，不小心漏讲了，我们会先玩这一张。对，因为酱油才说他不太喜欢跑来跑去，那这张地图呢不用跳，他只要跑。我就可以站在这里就好，可以帮你们喊六六六，还可以全程转播。没有，没事，酱油，我给你这个免洗金牌，好不好？免洗金牌，对，免洗金牌。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必死金牌吧？希望你在第一轮不会 GG， 但因为今天我们主要玩新的模式。这个猎杀、对猎杀派对呢，还有过往的战争模式啊，躲猫猫模式、感染防守、翻箱网，现在还多了新的逃脱模式。这个模式不得了。有没有说明？我看一下。非常的游戏介绍，这里，打开吧。在这边呐、啊，在这边呐、啊，那个说要出去左转，然后出去左转、啊，这里、这边呐、啊，规则书它也都有改变，好不好？这个逃脱模式呢，它有团队的战法或者是个人战法，可是其实我觉得都有点类似，因为它主要就是分任务方跟攻击方。团队的话就是任务方，你要找到足够的地狱之心，就直接获胜。反之，攻击方就是要杀光所有的任务方的玩家，或者呢是在时间内他们没有找齐地狱之心，那你们就获胜。好，对，那个人战其实也是类似啊，就是个人找到三颗地狱之心，你个人会获胜。可是攻击方就是要杀光所有的玩家，所有玩家对，或是逃脱人数少于三。反正我们就来玩玩看好不好？这可以 team， 所以酱油你不用担心。依靠你不是独自一人，依靠团队的力量。你知道我很聪明的，我只能骗一次。没有，你这已经被骗第二次了。真的吗？没有，我讲的是对的、啊，我只是漏讲了一个嘛，对，少一个字而已啊，那他也有新的地图哦，叫做东岸广场。东岸地图，对，反正就走走看看，好吧？那记住哦，关键就是箱子里会有这个地狱之心，你要拿着那个 key， 然后去找。只要你们那一队找到指定的数量，就可以获胜。好，他好像没有特别说指定的数量是多少。嗯，啊，有目标地狱之心，我们就都预设都不按，让他自己来。好，没有问题。而且他的玩家分队是2:1的分配哦，哇，2:1，对，我们就全部预设，好不好？都不调，好，好，这样子哦。繁星、泱泱跟团团，四杀手，叫什么？好，没关系，第一场试水温，好不好？都不知道，玩了就知道。200秒。不知道干嘛？这一张哦，对，就是我们要去找箱子。我的眼前就好，你们杀手可能要比较晚才出来。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好黑，好黑哦！我看到大东西啊，我还看没有？你看错，你看错了。地板有没有？你要先闭上眼睛，看不到人。你要闭上眼睛数到10。我看，我看到没有啊？小雨，哇，酱油好强啊！酱油，我找到一颗了，我找到一颗了。
秀、哎、我在做事，刚刚那个不见了，我两个是有点扯啊，他箱子应该会再重刷、啊、就是找香香，让我游戏体验一下啦，我也在游戏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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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两颗再两颗不要买了吧，在游戏体验，谁还没有找到，哎，头到后面没有，掉下来剩一个差几个人就已经死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白色是哈基。哈基，你加油！我就慢跑，快，我们只差一个，只差一个了。死掉了！酱油有没有？酱油有没有？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颗。我在跑，你们加油。哎，杰克，你脚不酸吗？哎，对 ，biu biu 自己人呢、欸，我刚刚看 biu biu 还吓到，白痴。白痴哦、喔，你要不要吓自己啦？不要，不要推了啦，力度好大哦。哎呀。完了！可是你们也杀很多。我其实才看到一个人而已。巧克力，你找几颗？我有找到一颗。彪彪，你要死了！彪彪，你要死了！彪彪，你要死了！好冷哦！好冷哦！巧克力，你要死了！是你要死，你要死，你不要过来，你白痴哦！彪彪，他们在哪里？在最高的地方是哪里？他们在最高的地方。对啊，我们也没加速啊！巧克力，救命！我没办法救，我没办法救。我跟你讲，我刚看到超可怕的，我刚看到团团在我面前，然后他就转弯了。哎，抓紧了！箱子重置。哎呀，我死掉了。波波，你怎么死了？啊！好快呀！这个前面我们太惨了，真的不行耶，没办法，是没办法。杀手可能要多一点，而且刚刚迪叔找了两颗，波波也找了两颗，也太强了吧！主要是杀手没加速啦，杀手没有加速，所以人可能要多一点。我们会追很久，会追。对，追人的话其实就是一比一啦，对，当一当一，对，一比一。对对对，你追一个，就其他人就有空去找。哦，不然我知道，目标地狱之心要多一点。多一点哦，也可以，可以。其实你看，刚刚你们找的还算 OK， 只是因为地狱之心太少了。如果十颗、多了四颗了，好，应该比较那个有机会了，两颗就可以了。那起码要两 r 啊，刷子那个箱子，刷子要两 round， 对，一 round 可能只有五个星星。对，有五个刷子，最后100秒，两个空箱会变成地狱之心。反正就玩玩看，这次要十颗喽。好，哎呦，又是繁星，又是繁星，繁星露米跟杰克，熊爸爸，那就来喽，走起！哎呦，已经我记好箱子的位置，我记好箱子的位置，我全面都记好。不一样，记好也是不一样。哎呦，白痴哦，白痴啊！我连路都在绕圈圈的，我在干嘛？是啊，哪里？我是谁？哎呦，我是瞎狼。我可以找到一个，我可以找到一个箱子。哦，我负责一个，我负责一个了。啊，白痴！哪里有人？没人了，好可怕！你不要动，我给你解释。你不要动。你也不要先动。一个啊！三个了，慢机们。艾迪叔，你好，救命！好可怕！救命！这样子看过了吗？哎，我又找到一个了。躲起来，这样躲起来，我们躲起来就好了。等下一 round。这一段找到很多了，哇！你们要三段哦！哎呦，要！我们这一段找到四格了，哎，四格了，可以了。你说快跑！你说快跑！我完了！鬼来了！加油！躲起来！不要！啊！迪叔！加油！谁还没找到过？洋洋嘞！我找到了！没有啊！洋洋，你有没有找到过？没有，不要来玩嘛！好可怕，在躲了团团，怎么才多个两颗，感觉就好难哦。对啊，外面很好玩的。我在外面呢，我在这个泡茶，恶魔的呢喃，我在跟酱油泡茶。好了，这个就不是你了。这个要多久啊？敬你一杯，应该是剩100秒吧。好久哦，对啊，我在等他重置，重置等重置。
才多两颗，多久？他们只有三个，我们有四个，我们只要努力逃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你吓死人了！从这，刷新喽！啊，只有三个酱油，几楼？几楼？几楼？在一楼，一楼。不在。你会下一楼？我看到团团了。哇，这样捡到一颗。哇，对对对，哇，这我室友室友快死啊！我隐形哎，我早就看到你了，我告诉你了，道具可以用，藏在三楼哦。这个，完，只剩我跟团团了，还有三颗，我要死了，躺在顶楼，我不在啊，我在一楼，没了，巧克力，太扯了，不是。太难了吧！没有，看来八颗是刚好的，有没有？八颗是刚好的。太可怕了，这个不行啊！他们三个人在外面，我没办法找。他还会再从时间到是谁？那个杀手营啊，所以我一定要努力的去找。好可怕！你在哪？亲爱的，你在哪？我直接说你在哪就好了。我刚刚其实跟酱油和洋洋在同一个地方啦。哦，洋洋啊！你看错！八颗！结束。但是是用十颗。十颗太多了，还差两颗，居然差不多。八颗刚好。我觉得刚刚纯粹运气好，那个迪斯还有。而且因为一开始地图不熟悉。哦，也是有刺激！太难了！而且我刚跟那个酱油躲在那里，然后忽然间一回头，央也跑过来，吓死！对，我就这个好像有脚胶在那边，我就翘脚，看到脚胶了，对，我看到脚胶了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杰克好凶，那我们试看，只有八颗哦，是最合理的了。那就再来随机，哎呦，泱泱跟杰克，还有哈记，可以，好可怕，那就来赶快逃跑了。哎，我忘了我有没有调到八颗，我忘了，跳，应该有，偷吃布，你不能偷吃，你要偷啊，跳，哪里啊，跳。都可以啊，他自己都喜欢偷吃。我跳到一个我不知道在哪里，要偷啊！跳，反正我们僵尸跳嘛，我们看不到东西。僵尸跳，跳。哦，有没有八颗。哦，我们都命。啊？酱油那里有吗？酱油？没有。等一下，我没当过人，请问是用什么开箱子？钥匙，拿手拿钥匙开箱。我没当过人了。哪里有楼梯可以下去的？好难过。不是，那个 ，biu biu 必须打 ，biu biu 必须死 ，biu biu 必须死，先杀波瓦。加油！你怎么也来了？加油！阿俊，你听我说。阿俊，你听我说。我听你说。你要说什么？呱呱呱呱呱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死！你要死的开心。哇，剩两个哦！你啦！团团这里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我们全部都跑到顶楼去了，二楼都没人。对，一二楼都没人收箱啊！我觉得好害怕。趁现在看一下有什么可以躲的，有没有？好不要！箱子重色咯，也有人要被打了。哦，他带人进来吧，大力敲门。啊，带。团团哪里啊？啊，团团一楼外面。哇，团团！你带错人的。团团，你还有四颗。团，你再找三颗就可以了。他现在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我很努力。
团那个箱子有加速，那个箱子有加速。团，快点加速跑！等一下不冲啊！哇哦！加速！加速！我团团一个加速冲走，哎，好扯！哎，加速！团团快走，团团快走！不行了。你可以的，团团，很简单，你只要再找三颗，你只要再找三颗，好，再找，再找，再找。哎呦，好困难，他是我的，好难抓平衡哦。我觉得一定是地图的问题。地图，有没有地图一个不熟悉，马上大家就可以找起来了。嗯，我来。